盘点六个被同伴复活的奥特曼，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最想复活谁？一，奥特之母传递自己的光复活泰罗。二，奥特之父传递自己的光复活梦比优斯。三，赛罗警备队复活灭灯的赛罗。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，我怎能在八月世界长大，也穿你与其中梦话，不得挣扎，不做挣扎，不惧笑话。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，也曾指着心之所动，且就随缘去吧。逆着光行走，任风吹雨打。短短的路，走走停停，也有了这份的距离。是抚摸的是故事，还是段心情？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。四，赛文传递自己的光复活艾斯。下寒天里，从前初识这世间，万般留恋，看着天边死在眼前，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。如今走过这世间，万般留恋，翻过岁月，不同侧脸，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。五，泰罗传递自己的光复活银河。世界之大，也传你与其中梦话，不得挣扎，不做挣扎，不去笑话。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，也曾指尖弹出盛夏，心之所动，且就随缘去吧。传递自己的光复活希卡利。抚平怀疑留下的疤，你的眼中敏感交杂，一笑生花，暮色遮住你爬山的步伐，走进床头藏起的花，花中的你低着头说话。